OK，好，出现了，出现了。好，现在已经开始了。那么呢，就子阳应该会把那个连接会发去我们那边，就可能我们先就是把这个 share 出去啊。我看到了，还对面有没有？哎，我还看不到，还没有，还没传给我们，还没传给我们。好，那么今天的这一个直播呢，我们算是开始了，就是我们欢迎，就是我们有两位国外的嘉宾，有田博士，我们还有呢张教授，然后呢就我们依然我们佛山论剑的这几位，一直待在这里不肯走的，就是 Sherlock Wong 啊 ，Sherlock， 还有呢就是德中，那么还有我。所以这一次呢，就我们就是第一次尝试呢，跨国的这一个叫做 Life 来做这一个叫做分享关于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就是不一样的这个卫菜节。好，那么就假如大家有时间的话，就朋友假如已经看到我们了，可以把我们的这一个分享出去啊，可以就是能分享去某一些群，你觉得 OK 的一个群，你可以分享过去，然后也欢迎大家点赞。啊，然后也欢迎等一下我们做直播的时候呢，也留言甚至假如你可能是对其实我们就是两位国外的嘉宾，可能想指明特定的其中一位，就是可能要回一些特定的问题呢，就可以说田博士想问你一个问题，或者是张教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或者是就是江模，或者是 share up， 或者是哲中先生都可以啊，这个我们都很像聊天一样的，所以我先看杨呢。有没有把这个连接传了给我们？好像传了，所以我们应该是可以就是分享了。我们稍等一下，我先分享去一些页面啊。嗯，我也分享一下，对。对。哎，看到了，看到了，等等。其实还是好像比较看没有分享到。有，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他传进我们的那个 messenger， 在那个 chat 那个 messenger， 我看到了，所以等于就 Christy 跟 Frank， 你去榴莲坛，就榴莲 FM 那边就看到了，然后直接从那边分享就好了。OK， 好，所以我就已经分享了，那么也就可能希望大家也分享了，那么今天。基本上我们就可能就大家可以开始聊这一个，那么我本身没有到过台湾观察，就是台湾的那个卫赛节，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那么就是可能田博士和张教授可能，就是到底有没有来过马来西亚看这一个？那么马来西亚呢是一个公众假期。马来西亚我们不少的一些老人家基本上他们不算是一个正统的佛教徒，不过呢在卫塞节也会参与，就是那个在街上的那个游行，好像我的妈妈以前就是很多年都是这样，就是她说她要去跟着大家游行这样子走了呢，像才会有福报啊，还是对自己的下一代会好，这就是有一点是好像民俗信仰一样。不过我不确定台湾的那个情况是，到底卫塞节的那个情况是怎么样庆祝？因为在马来西亚呢，大部分的市民就是说哦，就是游行走街啊，你会可能会去某一个庙去，可能烧个香，就是可能遇个佛啊。但是呢，那个在那个街上游行，算好像是一个很多人都想要去参与的一个东西。那么我就好奇，讲台湾的话是。怎么样的形式来做这个庆祝？哎，这个很有趣哈、哦，我不知道是整个马来西亚，我还以为我自己参加过是去砂劳越去古晋，然后就真的跟着一起游街，就是在那个 Chinatown Downtown 这样子，我还好感动的嘞，我觉得说哇，这么棒，在马来西亚。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佛教节日，大家全部通通上街来游街了这样？然后，所以那是我好几年前呢，应该是2006、2007年附近的一个经验。然后我就觉得好新奇、好感人。然后台湾倒是从来没有游过街，就是这个 Vesak。
其实在台湾政治，你如果跟任何一个佛教徒吧，就说哦，这个魏赛杰哈，那个 Vesak 的那个中文、啊、魏赛杰，你跟他讲魏赛杰，他可能还跟你哈、啊，你在讲佛诞，他才会知道。对，会讲佛诞，或者最常说的叫玉佛节。玉佛节，哦、okay. oh. ，对，如果讲一个节的感觉的话，其实你前面讲是玉佛节。OK， 那你们四月初八农历对对对，农历的四月初八。那后来是这样的，后来是那个佛光山跟慈济，好，就是这个比较大的组织去争取了，就说，哎，我们要不要就让这个把它跟这个母亲节合并在一起？然后呢，还让台湾的政府说，哎，公认这个就是一个玉佛节的一个公定假日。Okay. 但其实本来母亲节就是礼拜天啊 ，right？ 所以基本上就是对，就是反正就是把一个这个母亲节跟玉佛节好像扩大举行的一个概念。但是一般寺院就是佛寺的话，还是 stick to 四月初八这个玉佛节。也刚刚过不久嘛，对，应该是哦。对对对，就是，但是今年因为 COVID-19，所以基本上都跑到云端去了哈，就是说如果寺院有人也把它 postpone 嘛，我在想可能有人希望会在第二，因为今年会闰四月嘛，所以或许会在下一个四月初八，或许会有人在那个时候才庆祝。那、okay. 那但是其他的寺院，例如说四月初八继续庆祝了，可能我看到的是说，哦，那个师父可能还戴着口罩在那儿浴佛，然后呢就有一些直播的这个方式出现，那或者在更大一些组织，他也研发了那个 app， 可以让你去那个云端的浴佛嘛，这个应该好像传的还蛮普遍的，对对对对。那你们那边台湾庆祝有没有所谓有个主题来庆祝啊？除了没有游行之外，那有没有一个每一年会不会有不同的主题啊？像我们这边就会有今年什么什么的，明年是什么什么的，不同的主题，每一年的卫赛节就不同的主题。除非它是一个很扩大，例如说我说跟那个母亲节那个结合在一起哦，就是会很大的 clouding 那种。crowding 了，对不起，就很多人会集合的话， uh-huh. 可能就会立个主题，或者是说，也像新北市啊，他们就是会，像那个什么中国佛教会净道法师，他们是跟新北市政府做结合，然后呢，这个话就是有点又在扩大举行，然后就会给他一个主题。那一般的寺院基本上就是玉佛节，没有很明显的这种主题的出现。OK，所以也有，如果有主题的话，个别的单位去放一个主题吧，对不对？对，对，那我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我记得我在去上一次的听的有讲过，对，我看也趁这个机会跟海外嘉宾介绍一下，在马来西亚卫塞节。变成佛陀热，那然后呢还变成一个真正公共假期，它的意义跟价值，还有就是每一年设定主题的历史跟来由啊，趁机会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你说，这个你说，那个历史我你说一下吧。对对，周总你讲一下。对，来你啊，你来讲，你来。那我们就是我觉得是。也是本地，也是因为在一些人的争取之下，然后就变成了所谓的这个卫塞节有它的公共假期，变成了我们是，所以我今天我们的首相还说Happy Vesak to Malaysia， 他特别是说这个不只是佛教徒庆祝的一个节日，而是普天同庆啊，全马来西亚都会庆祝，就是三大民族会庆祝这个，然后放假，然后呢就是这个是唱的以外，我不知道大概是几年了，应该是七多年代吗？我要去看一下，这是很早的时候，就是有定这个卫塞节为这个公共的假期。然后我们是因为佛陀的诞生、佛陀的成道跟佛陀入灭的日期三期同庆，所以我们是根据应该是国际一个佛教会的一个国际的佛教的一个总部的一个日子，
所以不分南传、藏传、北传，都是庆祝同一天的这个维萨节，维萨节这样子。然后跟各位看分享一下过历年来的主题啊，那这主题很有趣。可能我们会问马来西亚的佛教徒，今天主题是什么？我觉得大家都不知道，就算是知道了，大概也无感，也没有一点感觉都没有。我是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对不对？我觉得真的是，所以这是很奇怪的。啊，奇怪的现象，我跟各位读一下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今天主题是2020年哦，宽容谅解，从我做起啊。先不讲这个题目到底有没有跟现在的时局、现在局势有没有关系，我觉得当然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过你看，今年是这个宽容谅解，从我做起。去年是什么呢？济思广益，负责绵长。再来2018年是什么？也是宽容谅解，和谐社会。我觉得可能会不是2018年就 copy and paste。就好了，改了一个从我做起就 OK 了。2017年净化社会，安国利民。2016年团结佛教，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出现很多次，我觉得三次。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我觉得我倒好奇了，就是因为这一个主题是它只是出这个中文版呢，还是有英文版，还有马来文版呢，还是怎么样？中英文、马来文都有，都有。都有，因为刚才我听你讲啊，那个设计好像很华人，是什么啊？刚才你讲什么安什么安国什么？是安国利宽容量，宽容量，那类我听下去好像是很华人的那个字眼，所以我在想到那个就是确定每一年主题的那一个群体。是由哪一个佛教团体的代表吗？还是应该就是佛教总会吧？我们就是佛教总会，对，马来西亚佛教的代表。那他唯一有特别的这个比较不一样的这个主题，就是2014年的佛教新时代，觉悟新潮流啊，这个蛮硬的那个感觉。可是过了之后就是和谐社会啦、护国为民啦、安国利民啦、净化社会啦，还有宽容谅解，宽容谅解重复了三次。和谐社会也重复了三次，所以我就觉得，我曾经提过说，如果你要做一个主题嘛，你要全民参与，全部佛教参与，至少你给个 idea， 就是说，你可能，在网上面公拜，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你可以投票选，我们有五个主题嘛，对不对？叫所有的佛教投票选哪一个比较契合目前的句式的，或者哪一个说出来能够感动人家，然后让佛教宣礼佛教一起参，要不然你设立这个主题，我觉得好像是可有可无。那有了之后，大家也没有这个共鸣，那你设立这个主题来干嘛？你明白我意思吗？这个虽然是看起来是很小事情，不过我觉得这决定着马来西亚佛教的一个方向，跟它的节奏，跟它的未来的走势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讲。维萨节是所有唯一的一天可以团结马来西亚的佛教徒，如果连这一点你都做不好的话，我就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一个我个人想法是，这个是需要检讨的事情。不知道大家看法怎么样。我感觉上啊，就是刚才我听你讲了几年的那个主题，没有太过直接的就是跟佛教的那些议题或者是那个主题扯得很近的关系，比较像是一些政治先缘，就是好像重复了社会要和谐，社会要和谐。对，现在确实就是有几个种族，然后有几种一些宗教可能会觉得非常敏感，那么这个我们可以了解。但是卫塞节的时候去宣扬佛教徒，就是要我不是说佛教徒不能够接受，就是要社会要和谐，但是我看不到就是说这个到底跟就是佛教原有的就是要佛陀本身要讲的那些八正道，我不确定怎么样那个关系是如何啊。这个是看法，是我觉得不用去想那么多，就说比如说现在是疫情嘛，大家你可以给一个例子，同心防疫啊，同体共生或者慈悲喜舍，这比较符合契合现在的状况的一种佛教徒的想要做的事情跟看法，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不用放一个很大的题目是什么，我觉得比较契合时代的脉络，
跟潮流的一种想法，把那个想法形成上去可以了，我觉得。对，这个台北的确是有啦，新北市哈，我刚刚不是提到说这个跟这个什么民政局合作啦，然后以网站啊什么，就是在今年就是特别在讲说同心抗疫啊，然后拍的那种短片也都是跟，就是虽然有一些也是就是搞笑的一些性质在里面，但是就是跟有病情，对，要故意要点创意啦，希望能够吸收很多人看。但是回答那个刚刚江魔刚提的这个，就说好像跟这个佛教好像不太有扯上什么关系，我是不知道马来西亚的情况，但是我知道例如说在台湾他是很希望说，虽然这是一个佛教的节日，他希望有更多的人都可以一起来，所以他例如说办的比较大型的那种活动里面也是尽量让很多这种不管大人小孩啦，就是有一些很 fun 的一些好玩的东西，然后要怎么样跟佛教可以有一些连结，这个的确是要花一些心思的。我倒是看到那个佛光山有一个云端浴佛嘛，那个做的还不错，我就点那下，然后只要把那个点击拉上去，然后就可以浴佛，我觉得这个蛮好玩的，这个是这个。那个法鼓山也有啊，法鼓山吗？哦，也是，也是有另外一个 app， 对、，OK， 我本来你们讲很好玩，我本来想讲，这两个我都玩过了。哎呀，没有啦，其他的技术更进一步，其他的技术更进一步。喂，我看到为什么有点回音？好，有点回音吗？远方的声音有回音。他又消失了。又消失了，没关系，没关系，这种你继续讲。哦，没有，我讲这个 app， 我是期待它技术进一步能够继续提升的。第一点这个，第二个是如果纯粹只是 app， 因为浴佛的意义很可能没有办法从这种 app 的行为或者玩这个 app 的动作那边就体现出来。那如果继续在技术进步，核心价值没有坐稳，可能以后变成一个 game 了。就斗玉佛，比如说斗玉千佛，斗玉过去千佛，这样就麻烦了。要累计每天要累计玉佛的次数，对对对对，可能会的，要一千片以上的。只要觉得好玩，什么东西变化的？我是因为我有这个好玩嘛哈，所以就有跟那个几个朋友有 share， 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那个国外的哈，然后他们就说哦 this is fun， 然后他们就 point 到说哦有英文，他很高兴有英文，至少就说这个浴佛这样子一瓢下去的话，然后因为他应该是有这个口说好话身什么口说好话身想好意身行好事心想好意，他有一句出来。那刚刚这个哲宗这么一讲，我觉得说哎对，可以再进步一下的，就是说你可能除了这样动它一瓢，就是静态的写出来，就是你一定要念出来，你要 pass，然后才能够过关之类。I don't know。 我不知道哲宗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哎可以再有一点 something further 这样哈。对，我仪式的设计其实是一种教育的目的。当然现在实体线下的这个浴佛也很多人来讲只是求福，可能一种仪式，而不是沐浴佛子，就沐浴自己的一个照顾自己的佛性，这种内在的概念没有把它带出来。但如果是通过科技，这是个值得鼓励，可是我还是觉得如果没有跟教育跟价值结合，它最后会变成一种好玩的 game， 那没有意义的。是 OK， 从生意上有意义，从商业上有意义，从佛教传播上那个没有意义的。刚才 Christy 说的那个口说好话，身做好事，然后心想好事之类的东西吧，我也曾经类似的讲一下，我说这个跟童子军差不多没有什么两样吗？
孔子军的那个、那个口号嘛，就是要做好事讲好话，然后想好的东西。那我就被别人批评啊，这个你怎么能够批评我们的这个团体团体的口号之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可能我就要问大家那个意见，就是说啊，不错，这个浴佛应该是要跟佛教有关联，应该是要跟、就是佛教里，就是起码要扯上一些的丝毫的关系，起码要扯上一些啊。那么不同的一些所谓的一些庙宇或者不同的一些山头，那么他们可能呢也有自己的一些叫做金句，也有一些自己的金句。那么我想听听各位的意思，就是说，那么呢，就是假如是没有放，比如说，就是好像刚才讲的那三句话，假如是用回原版佛教的，或者用回南传、用回汉传的，或者是用回现在的，就是好像刚才你们举的例子呢，啊，那个佛光山的那个是一个很现代的一个金句了。对这个东西的看法，就是我希望听听大家的意见，就是各个不同国度的人呢，他们对这个东西的意见到底是什么？因为佛教，现代的佛教，我们觉得就是大家应该是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所以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是什么。就是折中你的意见是什么？啊，我先吗？我一听远方的朋友，OK， 好，因为你已经玩过了。我是这样的，我玩过了。我其实不止玩，我还今天还早上还特地。上网去参与几个道场的这个线上的一些仪式啊，从八达岭到台湾屏南佛光山，到本地佛光山 都有去浏览过啊。OK， 好，主要这样子，我个人会比较倾向 OK， 仪式的设计其实要让人感受一定的庄严肃穆，所谓色性。然后呢，通过结了跟仪式结合起来，应该是要让心中门有或者是外人能更清楚知道这个宗教的核心，更直接感受到这个核心，因为仪式是有这种色性作用的。所以我比较倾向于汉传、南传和藏传用回你们自己本身教义的那个句子去进行教授。然后那个现代化的佛教，譬如说刚才讲的思好善好这个好那个好 ,OK? 我不是说这个当从军好不好，这种是权宜可以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浴佛之外有没有其他的 game, 其他的仪式可以进行，主次要分，那主次如果不分的话呢，可能佛教以后就是新一代接受佛教，万一他的这个教育又没有递进，对佛教的教育的理解不递进，所以他可能就以为佛教就只是像童子军，他就 stand 在那边。因为他的佛教重点还不在这里嘛。所以这个其实对我来讲是其中一种先以欲勾圈再令入佛智。可是这句话的人，做这种事情的人永远是以欲勾圈，自己反被欲所勾，结果就落实在这种中门山头个别的形式里面，然后产生一种什么呢，就是这个是我独有的，你不能批评。那不是我们不是说要大度能容吗？不是要至少儒家都讲和而不同吗？那为什么到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够要避雷分明，不能排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另一个变质的状况。所以我的总结而言就是主次要分明，因为仪式结合教育的功能会比其他的乐子其他方式更有效。那如果主次导致甚至是三门大过教门大过众门，最后这个宗教的问题就大了。好，我就这样子。OK， 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提一提我，就是说中国式的那个网络可能不大稳定哦，所以呢我们要保，就是我要就是要抓紧这个事态无常的这个就是严博士的那个电路还是很稳定的时候呢就请严博士可能先就是可能发表一下，就是你对这个的看法，就是不同的山头他们会用自己山头的那个教育，或者呢是用好像就是用回佛陀原有或者那个本来那个原有的，应该这个东西要怎么样去就是拿捏。
啊，不如田博士，可能你的看法是什么？哎呀，不见了，安娜，你不见了，我的看法，各位说，我的看法就是世界无常的，事情无常，一切都是不幸的，对，都是因缘和合，要祝法服我，他就怕他不生不灭的哈，不怕不怕。啊，有了有了，出来了，又回来了，又回来了，回来回来了，又出现了，你又出现，他现在在另外一边出现了。哦，现在看不到，看不到那个荧幕。对，不知道他的网络不知道怎么了，他另外一个在另外一边。嗯，有了，哎，人还没出现，出现了，出现了，有了啊，请我也。啊，你讲话吧，请开金口。因缘和合，次第现。那但是我刚才有一段，我很想，就是台湾有一阵子，就是像法鼓山。这个师父会有这个师父的法语，实际有实际法语，声音有点断断续续哈。对，那你可以再说一次吗？声音有点不好意思，断掉。嗯，我的意思是说，台湾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像法鼓山。有些僧家就是法鼓山有法鼓山师父的法语，他会做成一个红纸贴在他。那慈济人既会有跟慈济的净思语贴在他的商家。这个，那大家都互相不会干扰。时间有点 lag 了啊。嗯。我 rebooting 一下，看会好一点。那个音还。声音还是断断续续的。他重点两次都提到法语跟慈济的师父各有法语。嗯。哎，那个画面卡滞了。哎，卡了。他线路的问题有了。啊，有了有了，是吧？出现了出现了。哎，又不见了。OK， 我先讲一下我的。我的看法，OK， 我是觉得，因为大家都不能因为疫情的关系不能够相处在一起聚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时候佛教界要考虑是你要给人家怎么样的一种感觉，不管是线上遇佛也好，线上共修也好，线上说法开示也好，你有没有给人家在一起的感觉？现在身体上不能够在一起嘛，对不对？心理上不能够在一起，那我们在。感觉上能不能够同步，我觉得这是云端或者线上遇佛的或者共修的这种法会的人要思考这个问题。你把这样的感觉带给这些所谓的佛教徒，你是要真的是要还是继续维持你的这个本有的同温层吗？就讲 OK， 我是这个传统的信徒，你只是要你这个传统的信徒遇佛不了吗？还是你灌输你这个山的传统的思想给这个信徒而已？你是要扩大你的思路，还是真的能够把那个还是你真正能够把那个我放下？不管这个是我大我还是小我，你把这个我放下，然后融进整体佛教徒，比如说马来西亚讲大马佛教徒，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派、哪个山头、哪个道场的，你能把你那个山头的那个大我也好，什么我都好放下，然后融入整体里面去思考整个问题，我觉得。这才是那个办那个云端遇佛呀法会共修所应该思考的问题。你把这样的感觉带给那些在线上做这些东西的信徒们，我觉得是思考应该思考的方向。嗯 OK， 我们欠田博士一个那个话，就是刚才断了几次，所以田博士一定要讲。请说。我刚才想要插句话，因为这次马来西亚跟台湾，就是我想要讲台湾的这个浴佛节到这个 slogan 它的背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就是台湾我的观察就是整个浴佛节不会有一个 slogan 的原因是，台湾是多元宗教，那最刚开始最大的大型活动，以前都是斋生，就是七八月的时候，这个要这个祖先的这个水水
教的连结。那最真的开始佛教跟整个台湾有比较根结连结，是在过年的年尾，要新年的第一天，就是台湾的总统马英九发起跟法鼓山的撞钟。嗯，那时候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每年的一个 slogan， 或是每年的一个祈福，嗯，这样子。那浴佛节，我个人认为台湾还没有一个整体的连接。如果想到浴佛节，基本上现在都连接到母亲节，到母亲节，对，嗯 ，OK， 那边佛母节才来，啊。佛母啊，那么刚才哎，我们也听到一半，就是田博士那个说什么法鼓山有法鼓山的法语，净思就是有净思语，然后那一边我们就卡着就听不到。对对对，这个是早，当然就是早期台湾有，其实台湾主要的最大的 majority。其实还是佛教徒，那佛教徒他台湾一个特色就是说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说你会有一个僧团会跟，假如说我是法鼓人，嗯，我是慈济人 ，OK， 或佛光人，嗯，或是灵鹫山人，我是海南人。那早期其实要，我认为要感谢慈济，因为慈济他创造了一个名词叫这个志工嘛。哦，志工，嗯，台湾的志工，对，就是志工跟义工不一样的，就是以前没有这个志工这个名词，那慈济创造出来，那有了志工之后，他的每一个的大山头的信徒就有一个标志 logo，okay。 所以但是志工会造成，就是台湾这几年的多元宗教的影响，已经就是说，虽然我是慈济人，我是法鼓人，但是这个志工已经融在大家的体系。如果在国际会议的时候，大家脱掉志工的衣服，它是就是一个背心，换背心而已，这样。OK， 这是台湾的一个很好的优点。举一个例子，我以善女人或是其他国际佛教，我看到台湾的信徒去参加大型的国际活动的时候，有志工的需求，大家都会自动去做。嗯，那时候不会说你是法鼓人，你是佛光人。嗯，这是台湾长期以来，产生了一个很好的共同的习惯。OK， 嗯，那当然刚才有讲到说，我刚才点到，因为没有前后背景，我突然点这个有标志。假如说你到台湾，你仔细看，有些商家会挂一个这个标语是圣言的标语。对，嗯，那你会去想，为什么就会，如果不是一个台湾的社会，你会觉得为什么你要挂一个标？那这个标志是一个集体性的，大家，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是一种现象，okay。 现在还存在。OK， 对，这一个在马来西亚比较少见，就是马来西亚我们没有，我好像目前还没有看到大企业会在他的那个商标上面就是挂着某个宗教的那个，这个会比较少见。所以这一个我觉得也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能够了解台湾的一些的那个佛教文化，可能这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嗯，Frank 刚才也提出了我一个打破了我一些一般的既有的一些比较看法。一般上我认为说，这山头的信徒嘛，比如说佛光人、慈济人、法鼓人嘛，他们都是打死不相往来的。我之前的印象是这样子，然后听 Fan 这样讲，可能他们会有进化到一个程度，说已经打破了这种框框，
或许可以就是脱下衣服了就可以互相的支持对方，我觉得这是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很好的现象吧。嗯，对，因为台湾的这个整个社会变化非常剧烈的，还有宗教自由度非常高。嗯，那基本上如果来说台湾的每一个人平均的宗教的不能讲素养，宗教的资讯量是我认为台湾的宗教资讯量应该大过很多国家。OK。就是说假设一个组织啊，某泰国的一个佛教组织一个特殊的案例，可是这个案例在于台湾人可能看起来没有什么。对。OK。嗯，那可是在某一个组织有发生的特别的一个现象，对台湾人非常的敏感。嗯，那台湾因为宗教的讯息很大，那宗教活动也很多，那他自主的认知哦，还不一定讲判断，我还没有去，就是我以外面来看台湾的宗教判断正吧，或者是外道也很难讲，那但是他们对宗教的资讯量很大，所以宽容量我认为比较大，所以才会造成说，哎，我今天这个商家贴了这个法鼓山师父圣言的字条，那对外人为什么你要这么彰显你是这个宗派？对的，嗯嗯。OK， 所以那么所以对于刚才就是说因为我本身今天在就是面子书上就有看到一些朋友就有分享那些所谓云端浴佛的那一个，所以我去看的时候确实是各有各的，就是真的是各有各的那个精彩啊，我的女儿也很开心。他还问我还有没有其他的版本，就问我有没有其他的版本。OK， 我相信，觉得我要搜寻的话，可能也会搜寻到不少。你找找看，有可能现在有 VR 的版本，有可能。哦，把那个好。对，这个绝对有可能，这个绝对有可能。啊，那么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哲宗就是带出的那样东西，就是说很有可能变成一个游戏呢。那么确实从小孩的那个世界观里面，这个确实很像游戏，任何东西出现在电脑有一些就是那个 CGI 的那个画面还是怎么样呢，其实就真的是跟那个分别就很难就比较难的啊。这个所以呢就除了这一个就是今年这一个所谓不同的这个叫做线上浴佛啊，那么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这一个叫做疫情呢，可能再过了几个月，可能也就是平复了下来。那么这一次这个线上浴佛会，你们觉得会为将来的一些这个什么一些佛教的节日，你们觉得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呢？或者怎么样的改变呢？甚至或者你们觉得可能不会有太大的那个改变啊？你们的看法是什么？我打岔一下，我刚才光你这样讲的时候，我有画面。嗯，那以后的威赛节会不会是那个庙堂那道场？当然是设立的那个佛子在那边给大家去浴佛。可能年轻人都在那边呢，旁边坐着，就是围绕着那个佛堂那边坐，然后只玩手机。那手机是浴佛的，有一天可不可能出现这个状况呢？我认为因为这个比较多瘾，因为我们在两三年前都碰到一些佛教徒是科技，对，有一个做脑波的一位科技人朋友，他有构想也在做了，就是透过我们的脑波去跟这个虚拟的世界连接，那当然也协助你。直接就测试你现在的证物的位阶在哪一个地方？OK OK， 那他的确做出来一个
我觉得这个它的这个产品很有趣，嗯，对，有用在，有用在现在台湾最流行的年轻人的佛教活动是叫夏令营 ，OK， 夏令营或青年夏令营现在是台湾很火热，对，那这也是年轻人跟佛教很连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channel， 但是现在有些的、okay. 像我这个朋友，他把他的脑波的科技连接到赛车，或是这个 popcorn， 就是爆米花，透过禅修，就是 你当下没有禅定，你的定力够高，对对对，然后就可以那个，就是那个爆米花就爆掉了。对，我觉得我打岔一下，开玩笑一下，我说这个 apps 最好不要进来马来西亚，因为进来马来西亚的话，我们一些朋友的话就会用这个 apps， 然后宣称他是全世界最开悟的人，那很危险。对，看你怎么用，都是工具啊，都是工具。开玩笑，我们的确碰到一个很大的困扰啊，就是说。这个它的这个 app 跟机器造成一个很大的困扰，未必是你刚好是相反的，就是说你是一个居士跟一个大修行者去了，那做了脑波测试，竟然这个居士比大修行者还高，这个修行者就有善巧的能力说，哎呀，这个机器有问题，是这样的。没有，我可以大概明白，因为好像类似的这个 apps 我有试过，就是在电脑呢带了上头，然后有些画面就是只要你的脑波是比较低的时候，那个画面就会有一个变化。假如是那个脑波一比较活跃的时候，它那个画面可能变回刚才的那一个。那么我当然可以想象，就是说，假如是把这个。例如就是变成就是你脑波很定的时候，那个玉佛的那个勺子才会佛再倒下去，那么这个就变成，当然就是那可能是对那个人的那个叫做他那个叫做什么，他的那个禅修也好，或者他心灵的那个平静也好，确实好像会扯上一些关系啊。那么无论就是会不会跟佛教扯上关系我们不一定，但是起码他的那心态上他已经变得就是，他会觉得这个东西 很特别，对，开悟可以数据化了，对对对，我会期待这个我觉得不一定是开悟，不过就是他的心要比较放松，他的血压会比较低，心跳可能会比较慢，这个我觉得蛮特别的，外道的啊，对吧，我们说这个产品，对啊，对的，就是外道和内道都是外道，对。台湾还有最近有一个除了 App 之外，还有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东西，法鼓山也有推，叫做成佛之道的桌游、okay. 桌游、oh, OK， 对，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玩桌游嘛，其实就是孩子一样孩一样的，然后是大富翁、okay. 就把它做成大富翁、oh, 大富翁成佛之道大富翁知道的大富翁，对，然后呢你就丢、哎、然后几步，然后你就走几步，但是你可能就是要抽一个业力卡，或者是你要抽一个对，就是还蛮好玩的其实，但是呢里面蛮有意思的、哦、例如说他就会把一些佛就是成佛之道的那个道理放到里面去，就是你要很不容易才能够道生到人道，你这个它还有一个回那个旋转轮啊，你看一转老师就是到畜生道，然后老师就叫恶鬼道，他要让你知道说真的要到人道是这么的困难，然后呢、okay. 动不动你就要耗掉你多少的福报卡，你那个点数是你的福报、oh. 福报卡福报卡就花掉了，花掉之后呢、哎、最后你可能还要就是他你抽到一个什么业力啊，然后他可能就给你一个功课、mm-hmm.你现在要去念什么经或是念什么咒多少遍你才能够离开那个恶道什么之类的。OK。好玩的。很好玩。对，其实推这个的最主要是一个在台湾中部一个戒律道场哦，是那个尼僧院。Oh,
那他们很严格的，你要去申请这一套游戏，你还得要先接受他的训练，你要先上课、你才知道到时候你做庄家怎么去解释为什么你要这样。对，这个我们在去年的夏令营曾经让小朋友玩，对，有刚中间做这个实验，很非常吸引小朋友。对，对，但是小朋友其实是吃不完的更开心。但小朋友不小心抽到很严重的业力卡，卡在十八层地狱的时候，那个辅导员如果对这个游戏不了解，他会有错。但是他这个 incentive， 我觉得这个的动机能激动他，激起他的这个对佛教的了解，就像早期佛陀给我们的善巧方便法，我觉得一个可能可以去思考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游戏啊，可以要做的更现代一点。那你走到一个地步，像那个蛇的游戏的时候啊，然后碰到一个点的话，对，如果有丑闻出现的话，一下子就跌下来，那楼梯就跌下来了。所以要比较现代化一点，明白吗？我下次带一个四个版本放到你们每一个地方做。好，这个游戏看谁抽到谁走到哪儿。对，不错。对，其实刚才就是 share up 讲那个蛇，还有那个楼梯的那个旗嘛，没记错好像是印度教的。啊，有吗？哦 ，OK。家里面的，就是那个版本本来是就是印度教的，不过后来就变成世俗化。大家可以玩了，但是古代的确实好像是跟你的业力啊，就是玩的时候是跟你的那个，它是隐喻，这就是你的业力的问题的话，你会掉下来，然后呢就会上去，所以这一个可能就好像刚才大家所说的，就是可能要更加的现代化，可能要跟我们目前的这个社会的一些理念可能要结合，就方便大家的去这样做了。我想可能想就是提一提，就是说刚才就是哲中就是可能有提到，就是说那个叫做不同的山头，就像可能做一些法会或者线上法会的时候呢，那个主次的那个问题。那么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不纯粹只是线上，假如他是怎么讲呢，就是说就算是线下去到浴佛，可能会不会也要求你讲他们的那个法语呢？就是假如我不是，比方说假如我那个山头的，我去那边浴佛，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佛教徒，或者我是跟着我的父母一起来，会不会变成就是我就是在浴佛的时候呢，就是变成哎，我也是一样，就是线下我也是一样要念就是那三句。因为这个我不清楚，所以我就问问大家。我讲一个现象，就是台湾现在的一个你讲的类似的现象，就是说，的确各大山头都有去做他的浴佛，或是台湾主要像斋僧，还有一个就是往生的这个往生的这些信徒的仪式。那当下台湾现在就碰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已经发生，就是我不知道在马来西亚人要往生的时候他会做什么特别的仪式，台湾会助念还有唱诵，但是现阶段各个山头已经在发展他自己的调，唱诵的调。OK 这个是一个台湾现在一个很严重的，因为慈济就有它特殊的调。好，那即使最简单的那个阿弥陀佛往生的唱诵佛号，有一佛号有点不一样。OK， 因为台湾早期有一个组织非常好，助念团，感动很多人。就是说临终的时候他因为佛教跟道教也都有这个749天这个中医道教这个的做这个人要走的这个关键的那个助念都是马上
这个随传随到，对对，不用、嗯、没有收费用的。那但是早期就很顺利，但是我们之前去参加一个大法师的往生仪式，就碰到了台湾的护持的这个助念，包括我们自己也发现调不一样。OK， 那包括你讲的那个他的。我想说这个助念你知道所有的仪式吗，这个它还是会有修改。OK， 所以这一个修改产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想知道一下最大的问题会变成什么，就是因为刚才我们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想象到呢，就是诶就算只是腔调不同，那么我现在想象不到就是那个问题在哪呢，就是会。可能那个问题，因为刚刚师兄提到是那种他说助念那个调，我们自己没有亲身经历啦，我们是提、okay. 都是在带助念团的一位师兄跟我们提，就是说、okay. 当那个大家一起来助念，然后可能就会有彼此对不同调的坚持的时候、那 okay. 对，可能他就会认为说我这个调比较好听啊，或者我这个调比较对啦，那个师兄带的人 okay, okay. 他觉得非常困扰，他说、欸、要是我是那个死人躺在那我就被你们烦死了。OK, okay. 我个人觉得不同调那个问题倒不是很大，因为我们所谓这些道场跟山头 他们根本就是不同调，就是不同的风格，不同的那个不同的思想、啊、不同的方向。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来自于他，比如说我们说浴佛好了，那有一些团体或者一个团体，他们浴佛的方式不是浴那个本师释迦牟尼佛的那个太子的像、oh, okay. 他们是应该是放在前面，不知道现在情况有没有改善，我不知道，应该是放在那个他们 上人或者他们的导师的像在那边呢。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个是比较 很特别不一样的。那调子我觉得还是虽然是有点问题了，我觉得问题不大，我觉得这个倒是跟其他的道场的一般的传统佛教做法不一样的东西，我想知道大家的看法是如何。我们由台湾的朋友来来跟我们分，虽然我们没讲名是什么，但是大家应该心中有数。大家应该心中有数。其实老实说，我是听说我才要赶快回去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哦。那我也很好奇了，我也是去追问了一下，去追问了那个 insider。那 insider， 我想总是要让他们有一个机会表述一下嘛，对吧？对对对。然后 insider 的根据 insider 的讲法是他们其实他们真的不认为那个是所谓他们上人的像。就是说这个他认为是一个美丽的巧合，这个当初这个雕像就是雕塑这个像的人，他其实是一个上海的艺术家，一个雕塑师，然后雕了这个佛陀像，然后送给了他们，就是这个雕塑师他自己的一个 inspiration， 他的感动，他雕了然后送给这个团体，那这个团体就非常的欢喜，所以呢就拿这个像来取代了原本我们一般浴佛节都是用那个baby Buddha 的像嘛，所以他取代了这个。但是对于我认识的一些长辈，这个长老的佛教徒们，他们其实例如说对有很多的，当然这个团体也经历了不少的风风雨雨啊哈。对对对。一些东西，例如说我有个很 close 的一个法师朋友，他就说这些他都可以理解，但是对于把这个 baby Buddha 的像取代的这个部分，对对对，他是就是不解啊，就是其实有很多人心里面有一个疑问就是了。对对对，我个人有接触到师姐，还有当然 Christy 他以前的也曾经做过那个校长，对 okay, 海外哦哦，那其实一个关键点就是我刚才讲为什么唱诵的调不一样，
是因为有的组织，就是台湾现在的宗教其实非常的发达自由，就是他去这个组织或是这个道场，一定是有特别的法他想要修，或是他认为这个法能证道。包括现在台湾更流行网络的高龄，他认为这个高龄跟他的指导是最快能证道的。OK， 那高龄吗？你说高龄吗？高龄，高龄，高啊，高龄啊，高能量的灵魂。OK， 高OK， 高OK， 我有听错，对，有听错，有听错。那好，但是我要替他们解释的一点，是因为我听出来他们认为，因为那个组织认为，上人告诉他们这个时代要做，就是实践是他们的法门。OK， 时代这个地球还有这个，因为他们最早就是从医疗到现在转到人文跟环保嘛。那因为整个地球就是一个宇宙，那这个宇宙会有这个词儿，会这个名字出来也是有原因。Okay. 对 ，OK， 但是他们会认为就是去这个遇这个的佛，他是认为这个是他的法。OK， 我个人看法是这样，我觉得，我觉得佛教界，当然我们说这个威塞节是象征佛的觉悟嘛，当然所以 wake up 就是觉醒，就是我们要学的。所以我觉得佛教徒另外要做一样事，就是要 grow up， 要成长，就是要就当别人批评你团体或者你的宗派的不适或者弊病的时候，我觉得你必须要做的是你要 own up， 你就是要坦白，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明白吗？这是一个坦诚如实面对自己的状况的一种如实的呈现。Okay. 我觉得这个标准不能够缺少，因为如果你明明知道你人家明明知道你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了，那你却用很多东西来美化来神化的话，我觉得那个就必须要去检视，我们的全体佛教徒必须要检视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是事关重大，我觉得这个东西。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要不然那个团体，我们个人也好，团体也好，他无法成长，因为别人一批判他的话，他就会用很多的东西来。我觉得就是刚刚就是听你们这样讲，好像刚才张教授所讲说的那个解释，那个我网上有看过，我有看过是那个解释，就是说有一个艺术家，他有一些心灵上的那种启发，然后所以他弄了一个这样出来，但是他的。也不是用来代表他，但是是代表他心中的那个佛陀的那个样子。这个是艺术的角度，我们绝对不能够否认啊，因为艺术家的那个诠释确实是有他的自由的。我觉得呢，下一步我们要这样想：假设这个解释是大家可以接受的话，那么未来的日子会不会又有一个佛光抉择？法鼓抉择、灵鹫山抉择，还有其他不同的抉择，然后他们都讲了，这个是我们艺术的一个诠释。然后呢，我的意思诠释的角度，这个就是佛。然后就变成了就是，我们佛教徒以后真的，假如是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因为这个绝对不是犯法的东西，我们不能够用法律来规范就是一些的这种心里面的那个想法。但是佛教徒本身就是说，哎，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大家应该是要讨论，也应该是要反思，就是就算没有答案也好呢，我觉得是要继续讨论下去。因为我觉得用回一个这样子来看，就是只要以后不同的团体就弄了一个他觉得是最代表性的一个艺术的一个佛陀的象征，那么这个就我们以后还需要那个什么佛教原有传统那个佛像到底需要还是不需要呢？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是我的看法。了解了解，对啊，我觉得你讲了这个原则非常好嘛，哈，就是说是一个摊在阳光下，不要有任何的
这种隐瞒复藏嘛，哈，就是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面对的态度，就是说少在地毯里面，或是各说各话啦，然后讲清楚、说明白嘛，对吧？嗯，对。其实是一个非常健康、straightforward 态度，但是另一方面，我大概觉得我也可以了解的，就是说，因为我自己是学语言学的哈，那语言本来其实这种。是还蛮必然的嘛，它就是会有各方面不同的 individual 不同方面的诠释，然后加上你刚刚如果是回到佛像上面好了，就是说我们两个这几年跑了这么多国家，其实每一个国家的佛像长得都像自己那个，对、啊、对、啊、对就是其实我想那个就是一个很必然的，就是说在整个佛教的这种组织化的一个过程里面，它还是会有一个过程吧。对，然后他自己也常常不禁在想说，如果就是说那个领导人，你如果你是那一位领导人的话，你会怎么做？你在那个位置的时候跟你现在的想法是不是必然是会有，对对对对。你可能你有一个你有这么多的这个所谓的信众啊，或者是你有好几个不同的 layer 的人，你可能要照顾的方方面面或许就会不太一样吧。我就是还是会从这些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这样，我觉得 Christy 讲的不错，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思考另外一个点，就是当一个团体，特别是佛教团体，它庞大到一个。很大的时候，那会不会变质？会有质的变成这质的下坠，就是 quality， 他那边 quality control 没有，然后或者是他必须要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会不会失去控制呢？还是只是一时一道，或者为一个人为他的崇拜的这个对象而已，那不再去跟随其他的比较正统的或者是传统的教法，这个是另外一个。然后第三点，如果是发现这个既然是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要怎样去避免这样的事情的发生？然后我觉得你既然你是一个领导人，你是一个佛法的领袖，那你很面对很多人的时候，你更加对这些人的法身慧命负责，不只是说这些信徒是不是要归降于你，我觉得那个是次要，那是有点 power 的 influence 的那种操控嘛。那我觉得那个不是佛法，这些人的法身慧命，他相信你这样的一个说法的时候，这个说法是不是真实的？然后第二，那这种说法、这种做法会把他们带到哪里去？我觉得是我们应该思考的东西。对，他这个有所提升吗？还是他越来越盲目的，越来越他的心胸越来越狭窄，越来越小，然后只相信他那一套说法，然后他就是说。他只能够很深，他是他的那个门很窄的，不能容许其他看法、其他的见地。我觉得这是会是比较最大的一个问题。钱多一定会失控啊，这100%。钱多一定会失控啊，钱多。我说钱跟权嘛，钱跟权都有。对，我觉得。我觉得刚才就是田教授讲了一样东西呢，就是说会让我就是我原本是对于就是这一个团体的那个浴佛的那个我是蛮抗拒的，我是蛮抗拒就是用来替代了。不过刚才教授所讲的就是说，这个是我的道场的这个所谓独门的一个法，这个我可以接受。不过不过同样的就是说。我能够接受一个团体呢有他独门的那个修行的方法，不过可能要把它可能就是要不是用来替代其中一个，而是就是可能就是我有另外一个，我多了一个出来呢，是 extra 一个啊，对对对对，多了一个，我的抗拒感就不会这么大。比如说浴佛的时候呢，全世界的佛教徒浴佛都是用这一个形象的，或者这个形象你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我们看的书就是同一个形象嘛。它可以是一个添加而不是替代，我觉得。对，所以你觉得添加的话，我觉得真的就是限制，但是假如替代的话，它的那个争议性确实是大的。所以我也了解呢，张教授说呢，他认识了一些法师说，其他的我都可以接受，但是这一个呢，我真的不是很了解，就是为什么要这样。
我有一些例子，就是一些喇嘛、一些藏传的出家师父，也会跟我说：“哎，现在我昨天去参加了一个浴佛，所谓的浴佛佛诞日或者是威塞节的节目。”他说：“我突然吓一跳，原来他们浴的不是我们一般的那种那个佛像，所以他会其他传这些震撼，对，特别会问题。其实我也很难给他一个很完整的、很客观的答案，这样子，对，而且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比如说我们说一些护佛爱道卢圣言，他是有他的像在那边嘛。那如果我们正信佛教都这样做的话，那我们跟他其实是没有什么两样的，那我就没有资格去说这些护佛爱道的不是或者是不对的地方。你本来就难说啊，思考点。你本来就难，就很难说啊。你想清楚，因为刚才你们谈的大概二十分钟，应该谈的都是同一个团体吧，对不对？我坦白说我对这个团体就是我大概括而言，就是当他们走入医疗，从医疗走向环保跟人文，然后比较去宗教式的落实这个行愿的时候，我其实相当的敬佩，相当认同的。对我来讲，这是个佛教的新的模式，去宗教化的一种实际的补给。可是后来呢，他竟然是 U-turn， 对我来讲是 U-turn， 他从一个去宗教突然间可能是用200公里 的车速，一下子 U-turn 的话呢，他在这个中文的仪式，老师的那种升格跟那种宗教的仪式上面突然间绑得很紧。那坦白说，我跟阿光都曾经参加过一些大家都认为是有点问题的或者复活的，我可以想是他们的发展我是参与了一部分的，所以领导人或者是领导单位的起心动念那种动机，其实你很容易从他的那种表现出来的形式，叫信徒做的，我用信徒我现在不用信众了、叫信徒做的那种行为，然后通过种种仪轨仪式所塑造的一种想法，然后呢到外人去攻击他的时候，他的那种回应的方式其实一样的，讲不好听就是常常阿光阿江伯常讲的，他其实是一个宗教市场开拓跟保卫的心态罢了，并没有什么神圣不神圣。我知道我这样讲可能得罪很多人，但我讲的是人性的角度来讲，你逃离不到的。所以我这方面我是特别的，我是用到这个感性，就是一点感伤，就是如果是从这个宗门的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多少觉得它是堕落的。我用这句话很重啊，是堕落的，是有招神的心理，他自己驾驭不到这种心理，产生这个后果。未来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所以对这件事情，对这刚才你们所讨论的那个 case， 我多少是一种失落的，不是心脏的话是失落的。特别是这个觉者这个什么，大家知道在佛教里面除了藏传，佛像是象征，既然象征，你既然就象征，找一个跟自己关系远一点的去象征，依法不依人的那个条件才那个要求才体现出来嘛。你把两个太紧的去捆绑，还做了一种，当然他后期很多说法去补充，可是这种补充没有，这个是如果详细谈我可以我记录下来，他每一个时期当人家质疑他的时候，他的回应，他其实所有的回应，事后的回应中间有一些秩序不对称都是有问题的。我只能说对这个我觉得应该就是说他只是英文这个字叫很 reactive， 就是总而言之人家开始评级我们什么呢我们就一套说辞，然后这套说辞讲了之后，可能我这套说辞里面又有一个小漏洞，又有小漏洞呢，人家又在评级这个小漏洞的时候呢，
哇，你还没完全了解我，我又再给第二个说辞，然后就可能又有第三个小漏洞，然后最后的时候其实就变成说好像纯粹只是为了辩护而辩护，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折中的那个，我不知道折中的意思是不是这一个，大概如此。你从他的回应模式找回时间点，对应回当时他说质疑他的回应，你看到中间有很多资讯不对称的，然后你慢慢去分析当时到，就是说前后他可能在名字上面由一个派变成一个宗，然后呢可能放了一个不经作为他的重要的经典，你把这些旁字全部结合起来，就是一个不敢面对不敢面对群众，但又不压抑不到自己那种造神的那种欲望的一个行为来的，是可悲的，怎么讲？我觉得我相当赞成折中这一番话，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团体以前这个团体呢，我也每次买，那时候是卡带嘛，他们有这个团体有三部吧，应该是三部吧，说天底下没有我不爱的人，类似的东西，然后天底下没有我不能原谅的事情，类似之类。他有一首歌很好听，我就买特别买这个卡带，送给我妈妈听。所以那时候我们都认为这个团体是一级棒的，就是他一洗过去佛教传统的形象，他变成一个我们基督教有 Mother Teresa 嘛，对不对？那佛教终于有了一个团体能够做慈善事业的，来搞得这么轰轰烈烈，我觉得有一个榜样，有一个典范，所以开始真的是每一个人都赞叹的，直接走下去。而且所谓的这个团体到场，他问题不止这个，还有其他的。然后另外一个问题说，很多的不管是个人崇拜的团体也好，大道场也好，山头也好，越来越走下坡，越来越往这个趋势那边去走了。我觉得不只是这个团体，所以我面对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佛教界的一种趋势或者现象，很多团体正在变成像他们那个样子。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具体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便我们不能改变什么，或者我们不能够建议什么，我们必须思考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然后过了之后我们下一步会怎么走。难道就是任由他下去吗？我坦白讲，我打岔一下哦。嗯，我在这里各位都读很多佛书、宝兰群书，你大概知道，好多所谓的人说我的独门秘诀，其实不过是天下文章一大抄，而且有些时候抄了之后累积起来整合不成形，不是以鬼方式跟义理有冲突，就是义理根本狗屁不通。我用这句很粗皮话，不好意思。所以我一直以来，我们这一帮人都很喜欢叫大家多读点书，你就了解很多人口中所谓的秘诀，其实是多此一举，或者是一种生意手段。因为说到底嘛，大家其实今天释迦牟尼佛，今天是威赛节，我们就是跟佛去学习一个方式去解脱我们的执着。大概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承诺和一条途径，我们可以理解经营一个团体的辛苦，你要做出跟别人不一样，你才有这个市场的定位。但问题是，你做出那个不一样，其实不是什么不一样，你是玩巧立名目，而不是真的在方法上以保证的。因为佛教讲最后，佛教是个教育，你还是要有一个在止观方面，在修行方面的这种保障，要不然的话，随便我们创几个方法就讲这个是独门秘诀，我觉得太不负责任了，太不负责任了。我这边有收到一个问题了，他说，什么是修行人？修行中人性的盲点和误区，会不会说我们就是讲这个就是类似的呢？这边有一个问题，一个读者写的问题，他只写上修行人的人性的盲点和误区。对，嗯，其实刚才讲到那个独门秘诀哦，我还不觉得这个宇宙大学者在台湾不是最大的那个焦点，应该是台湾有一个名词叫西父感恩师父，正探师父，对不对？感恩师父，还有这个那个
这个是在里面都是认为有绝门秘活，那在里面会觉得你不懂他。对，这个是一个很，我认为是台湾走到了一个民主非常自由的宗教的人家讲说一个这个 Formosa 这个蓬莱仙岛，那但是因为过度自由，这个邪教的这个秘密的教理或是集体的行动，造成很大的社会的影响，所以台湾现在才有已经开始在去年有宗教法的这个声音出来。OK， 嗯，对，所以台湾，对台湾的宗教自由造成宗教多元化，那是好事。不过宗教乱象纷飞也是另外一个对延伸的弊。这里，我分两个层面呢、啊。第一个，从佛教本位来看，如果你假定我们假定佛教本位这个字啊，如果有本位来讲，我们尽可能希望，那些大师或者是那些大门大众派门，在利用佛教的义理。佛教的仪轨，释迦佛的教法，去为自己谋生，或者说，我换一个句子，作为自己救度众生的法门的时候，不要太过框枪走板，做生意也要本着良心。第二层面是从社会层面来看，那我还是认为宗教应该自由，不管他是是佛还是师父、上师、无上师、大师、宇宙师，什么鬼师都好。只要他的教法没有引导人走向极端的邪淫、乱淫，伤害这个社会秩序，我们都只能当作是义理不同，可以包容，不排斥。因为我会觉得，如果我们因此而排斥，那我们自己心里其实就背离了佛教的精神。所以应该是了别、识别，但不去除。所以这两条线我坦白讲，我个人觉得我很难界定，很难分清楚，但不能因为这个清就分两难。所以它是一个社会角度要包容，因为如果你不包容的话，哪怕哪一个团体更大的时候，其他宗教团体都会受损的，特别是马来西亚这个社会。对，所以在马来西亚我特别反对用政治跟法律为某一个宗教谋福。因为如果你这么做的话呢，最大的宗教一这么做的话，其他宗教不用谈，以后可能没有威赛节。我不是危言耸听，可是很多宗教在宗教里面的人，他有这个盲点，他看不到这点，他不懂这是双刃剑。嗯，因为宗教虽然是解脱人的私欲，佛教讲的要摆脱人的我执，可是同时他又很好来发挥自己我执的哦，他有一种辩证关系的哦。嗯，所以对宗门自己本身的教门来看，就是要努力的希望大家做生意要有良心，这样罢了。所以刚才讲这么多，我对那个洗的就是洗脚啊，或者是你们讲那个又大觉者之类的，我其实真的只不过是没有说排斥，他的很多行善很多的那种记录，真的是还是佛教的记录啊，就算不是佛教，他对人类也帮来很大。可是我始终觉得。做生意要小心，不能太过，这样而已。我先提提，就是说这个我们有一位法师在我们的这个直播这边留言，就是记者法师有留言，就是说，据我接触的台湾人是很友善善良的，但对教的发展现象就很好奇了。而且有一种中心品质，那么我不确定他指的中心品质的那个定义是什么。所以你们就中心品质的意思就是，假如我属于某一个派别或者某一个山头，所以就会我猜他的意思是这一个，就是台湾人普遍上都是非常的善良，但是非常的忠心于他的那个山头啊，那么就变成就是说。这个很忠心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就是佛教徒不应该有的一些可能
奇迹啊，还是怎么样，就可能会出现。这个他没写啊，我也只是猜而已。OK， 所以你们的看法是什么？就是就你们所了解的，就是台湾的佛教徒的那个现象，会这样吗？我想可能again， 我有时候可能很难去所谓的说哦，那个共性就是怎么样，是有很多的 individual differences。例如说像我们两个就绝对不是很忠诚的，看起来应该就知道。你怎么知道我不忠诚？哦，对他对你忠诚，他不对那个团体忠诚的。我们两个的教派完全不一样的。他的道跟我的道就已经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对，对 OK， 哇，这才美丽。很多的 individual difference。然后，但话说回来，就是我觉得人性当中，刚刚因为法师讲到说那种有一种好像忠诚那个部分，是一个过程吧，就是说人有一种好像期待，觉得我可以完全的信托，把自己出去一种归属感。其实我们现在坊间看到很多这种，我们刚刚讲那种什么感恩惜父、赞叹惜父的这个，我就很想研究。我的年轻的学生就告诉我说，老师他们哦，就是让你觉得你是有人陪伴你的。你是有你在这个团体里面你是很特别的，是这样，他给你的这种归属感很强烈，然后他人性，是当然是人性，刚刚不知道是哪一位我忘了，就是人性里面的一个某一种的，你要说盲点也好，或是人的一个脆弱吧，人性里面一种脆弱性，就是我望自己是有人爱的，对不 对是有一个团体的那种。然后所以那个有时候是一个过程， even 像刚刚我听哲宗在讲，很显然他对于我们刚刚在聊的这个团体其实是本来是有一个很高度的期望期待，就哎呀终于有一个真的是在干正事的。然后呢佛教 even 像 Sheriff 也是嘛，就是说哎呀这个佛教有那个出来可以做一些好像是可以跟比你这种像样的像样的在救助的哈，然后但是可能在这种整个发展的过程，组织化的过程，然后呢你要怎么样不会山头化，这个其实是很我觉得，因为 even 我有时候我也会去假想，就说那个过程当中刚刚讲的嘛哈，虽然哲宗说这个可能又是后面的说辞，但是我以前我常常不禁去想说，这个领导人他心里面真正的想法是什么，然后他有办法真的出来讲清楚说明白，下面的人会让他这样说吗？有时候我会不禁这样子思考。欸，OK， 我通常采取第一个就是他为什么做这个选择，然后他这个选择之后一系列的动作显示他是被迫的还是他是自愿的，还是他开始被迫到最后是自愿的，都要可以跳出来的。他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都是一本又一本的那种亲身上演的这种戏码，来让提醒我们小心要注意。对，我们要对这个真的是很好的，就是也是给我们学习的一个警惕啦，就是我们可以了解那种业力纠葛，业力牵引的那个力道有多大，多么的可怕。可能要弄一个 game 出来啊。啊，就是2.0，就是有一个 apps 的那个游戏，就是你会弄到一个山头出来。山头游戏吗？然后呢，这个游戏这个山头过呢，你会有机会堕落的。啊，对对对。啊，不过呢，我觉得，田博士，我提议这个游戏叫《宇宙大觉醒》好了。不要这样针对了，未来是有可能的，而且肯定还会发展出正向的。而且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有个考虑点，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这个团体在出现一些危机，我发现他们会去找 consultant company 来处理他们的公关危机，所以他们面对的团体的东西，其实跟一般的所谓的公司企业啊，当面对或者政治团体啊，他面对危机的时候怎样处理是一样的。他们特别需要有佛法见地的这些咨询的团体给
指导他们怎样做。我觉得未来你们可以往这方面走，去做一些咨询啊。OK， 你们团体应该怎么样走下去才是比较好的办法，不要绑在自己的框框或者框架里面哈。那我另外我思考一个点，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威塞节，威塞节我们庆祝悉达多太子的诞生、成道跟涅槃，对不对？那我们觉得，阿雅的老公就是一个活佛嘛，仁波切，不对？祖谦波罗仁波切写过一本书叫《叛逆的佛陀》，我觉得佛陀本身是他有一种叛逆的精神，他不管是他出家也好、求道也好，或者证悟的，他都是有一种客观求是、理性探讨的这个精神。我觉得我们应该鼓励广大的佛教徒学习佛陀这种精神，而不是盲目的。一窝蜂的整个头放进去那个你的上人也好大师也好的那怀抱里面去啊，认为这个就是佛法，这个是危险的。我觉得应该鼓励理性思考的这个空间，客观求是的这个自由的精神。我觉得所以佛教三头化是无可厚非，主要是他有没有民主化，他有没有鼓励他信徒独立思考，然后不要全部的改革都是从上而下。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希望某某某某团体某某上人某某师父去改革，我觉得那是很少的，我几乎没有看到有这样的现象的发生。应该是由下而上，可是由下而上我看不到佛教群众有什么这样的一种自觉自主的能力去导致由下而上这个运动。我们说一个运动吧，要谈改革的话是谈运动，没有。所以由上而下没有，由下而上没有的话，那我们何去何从呢？是不是？Christy， 你来。所以我说，我其实像我跟 Frank 啊，我们就是非常喜欢那种华严的世界，我们应该要网开大门，然后让大家有机会去接触各式各样。这个要小广告一下，这是为什么我们两个一直都会参加那个 Sakadita 善女人大会，欢迎两位三位师兄也通通一起。对，是那个这样的一个大会，基本上就是会有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 tradition， 然后不同的修行人，然后你一次你就会去看到说，哇，原来会有这么多，就是你开始会去 trigger， 会去思考，说，哎，我自己知道的那个是唯一的吗？对，然后看到这么多的这些修行人讲了不同的语言。然后呢，诵经的方式不太一样，然后穿的衣服颜色也不太一样，但是呢，他们里面有一些是很 share 共同的，那个才是佛法的核心，其他的都是一些社会啊那个习俗文化习俗的影响。然后你也开始思考说，哎，那我自己接触的有哪一些是真正的核心？哪一些东西是可能就是被影响的，这样。我认为这个塔克蒂达是一个特别的一个例子，也未必一定是未来塔克蒂达要就是为他来做了。那我认为这整个模式应该是整个佛教要转到第三波的这个或佛教 4.0 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去中心化，就是以前是 centralized 的这个几乎每一个组织每一个道场都是 centralized， 就一个 leader。我说了，那未来我认为应该是有一个平台是叫 distributing 的这种系统，让你能 matching， 就是说类似一个 platform， 它可以提供各式各样的师傅去 matching。其实。我认为不一定是师父，不一定是徒弟找师父，在我们的古代历史，有时候师父会这样的没有耐心，可能因为他没有找到他的徒弟。对。那就从这个阿雅的例子，我认为就是一个我的看法比较觉得是一个数理的这种 matching 跟和谐。那这一次我跟我太太能在这条船共同的哈玛尼，其实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因缘，可能下辈子不一定可以 matching。我觉得整个的宇宙，我们讲到宇宙，整个全球的这个多样性其实是帮助稳定的。对对对。
讲到这个善女人的这个协会嘛，我参加过几次，我就是在那边认识Christy 的嘛，对，很久以前。那我觉得是我们现在纵观现在的趋势了，我觉得我们说这次疫情也好，我觉得做的最好的两个国家，一个是纽西兰，一个新西兰，一个是台湾嘛。然后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是女的，对，所以女性的领导，特别是在佛教佛法上面，我觉得我们乐见其成啊。我希望有更多素质的女性的领导人出来啊。而且不止这个，这是另外一个思考点，就是很多所谓的佛教的课题啊，佛教的丑闻的受害者都是女性。嗯，所以我们更应该希望更多的女性出来讲话，为他们自己的立场，为他们自己的安危，然后自己的方向多 stand up 跟 speak up， 我觉得，是我们乐意见到的事情。如果你讲回领导，刚刚我们在聊的时候，我脑海就一直 pop up， 我们曾经善女人大会有一届的那个主题，他在讲 leading， 他的那个 theme 叫 leading to liberation， 就是领导人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应该还是记住最后那个是 liberation， 就是要希望大家都可以证悟，可以成佛道，不管脱涅槃，对，是不同的传承，但是那个是真的很重要，你 leading 的那个目标，还有 leading 的那个 motivation。所以刚刚像哲宗，我刚刚就想到说。折中嘛，哈，你讲的这个什么，度众生跟谋生之间，这个 balance 到底怎么去取？然后怎么样生生不息哦，两个都生生不息。对啊，都是不容易，这个功课真的是不容易的。嗯，对，这个因为有一个人就留了一个问题，那么我觉得这么巧呢，这个问题刚刚我们也开始谈这了，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个问题。应该也是我们要总结就是要看的，就是他们这个历史也差不多了。这个人呢是叫做西慧，那么他就问呢，佛教要怎样才能永续发展？以类别来发展吗？还是以随顺因缘？这个就是这个人的问题。大家的那个，刚才你们有，我觉得你们有回答了一部分这个人的这个问题。所以你们觉得就是佛教教育的发展，比如我们用简单，就是假如是用一句话或者一个建议的话，你们觉得是什么？假如还要永续经营的话，永续经营，这个名词 SDG 是符合 UN 联合国的最重要的。联合国，你中了毒了，对吧？1992年的毒中，他现在还没有醒啊，这个，哎 ，OK， 如果是，我先提，就是，刚才阿公你讲的什么随顺因缘啊？他是说应该用宗门派别发展，我猜了，就是我不知道他的想法是说，那些山头好像发展的很强，有财力，有人力。应该那边发展呢，还是随顺因缘？那么我不确定他随顺因缘的意思是很佛系的，让他自由发展吗？是怎么样？我就不确定。我坦白是讲，因为我刚才听这个，就是有点差异，因为山头主导或者是强的团体主导和随顺因缘基本上是一个矛盾的。那。他基本上就是后者可以不止矛盾，他后面的那个随顺因缘可以吃前面的，又或者是后面的态度是一个无可奈何，因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是唯有强大的群众基础才能够继续经营。我是第一个是因为我的习惯啊，喜欢挑这种漏洞。第二点，我会觉得能够聚众成山头不容易，我不想谈因缘。我想谈的是这种老师一定有这样号召力，他也的确是给到一些好处，一些利点嘛，不就好处，一些利点让跟随他的人能够聚集，所以这无所谓怎么讲呢，好跟坏是一种能力的认同。我的看法是，不管你是小道场大道场，如果你是佛教的，你讲你是遵从佛的教法的，
那我们应该都是释迦牟尼佛教法的那个、嗯、那个伙伴的继承人，就是我们啊，老师啊，我们是看热闹的。那如果你集成的是佛陀的那把火棒，而佛教谈的是尽量减少我执，那你可不可以将我执的表现稍微克制一点点？我知道做生意要凸显我，但可不可以 balance 好一点点，真正的落实？虽然众门有义，不过依法不依人这个准则。嗯嗯，我的意见是这样子。至于说这个，我谈完，我坦白说，我讲完之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梦想的一个说法，就好像今天威赛节，我11岁开始参加威赛节的花车大游行，当时我有个愿望，后来我知道这个是个梦想，我其实很渴望马来西亚的威赛节是，它会变成一个嘉年华会，这个嘉年华会呢。有不同传承的老师，不同传承的那种止观的修行者，不同的不同教派一起做善事，就是做法的布施，做无为的布施，做物质布施，只是做表演，而不只是流于花车。这个想法是在那一年呢，我去准备参加花车。结果滂沱大雨，我被逼躲在角落里面等雨停之后，才能参与的时候想出来的。那时候想了之后，觉得这可能有机会实行。可是30多年过后，我觉得这还是我有一个梦，因为我觉得如果有梦就有梦，只能在梦里美。你要清楚表明你是美国梦还是中国梦、啊。没，因为我发现到，是我觉得折中的这个，我发现到，折中的这个梦想呢，就跟刚才就是Christy 和田教授的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平台，就是很华严的，华严就有点像那个什么，就是刚才折中所讲的那个嘉年华，对，我用嘉年华，很不同调。对对对，就是多姿多彩的，就是百花绽放的那一种，啊，这个，所以Jerome，你觉得就是，假如是有印度人说佛教的要经营下去，你觉得应该要怎么样？我觉得要不断的超越你现在有的阶段跟状况，然后我还是回到那个Ken Weber 讲过一句话，我们是一个全子嘛，一个 whole， 所以一个团体如果要有序的发展跟进化的话。他必须要注重两个词，一个就是 inclusive， 然后一个是 transcendent， 就是你要，比如讲刚才那个浴佛的事情，那你可以用你方式浴佛，不过你必须在是原有的方式之外添加的，而不是说一个 exclusive 的，不是一个跟别人不一样太定型，所以你要 include 那个现在已经有了，然后在那边再做超越，而不要刻意的与众不同。然后第一个是讲，第二个就是有序经营的话，我觉得。佛教界的舆论，特别是群众的力量，这个运动的部分好像没有什么人注意到。很多的佛教的进化或者它未来的走向，我们只是渴望说，哇，上面的人啊，达赖喇嘛还是谁来做？我觉得这个模式是错误的。佛教应该搞佛教内部的群众的运动，然后佛教的改革，佛门本身的改良改善呢，唯有由下而上才能够达成，绝不得可能渴望由上而下。所以这是我的意见。Okay. 嗯，好。那么田教授呢？田教授觉得就是，假如佛教要永续发展下去的话，就是你的看法是什么？我个人觉得，还是真的要看因缘。因为佛教讲万物都不离因缘法嘛。那为什么会这样讲的原因是，我跟我太太认识。到现在发展，我们看到那个因缘的真的很多都是不可思议，而且甚至他的因缘就是跟我没有缘分，就是我的因缘跟他没有缘分。那两个人会走下来，我们到现在都已经确认，可能好几次都是在走华严，就是那个的认知。Okay.那也有碰到很棒的佛教读师姐，可是他就是独门的，
他没有喜欢华研。那又碰到善缘的女非常棒的护法，成功的企业家，在护持好多的藏传的，可是他就跟汉传没有缘分，真的没有缘分。OK， 那勉强不来啦。对，但是我最后用一个结语是用那个苹果的那个贾博士，英文是叫他的因缘法，我认为。就是在美国这么多有钱人，为什么他在早期这样有能力的时候会去想到要去印度禅修？我很想在讨论看事情，去了解就是在什么的关键点你会相信佛教，或是什么会启动你要认识佛教。嗯哼，这个当然，最后我还是觉得除了因缘法，还有福报。就是我好像我们今天的这个聚会，真的可能托这个 share 他的榴莲，因为榴莲有能量啊，那个。因为 share 请我们吃榴莲，对，对对对，我记得，对，下次你们要请我吃榴莲哦，要不然卤肉饭，我们去台湾的时候吃榴莲饭。我现在榴莲缘起，顺着因缘，真的就是。特别是一代的、okay. 但是在顺因缘，我们有一个，我自己有个理念，就是千万不攀缘，但是要近缘，就这个东西顺到我这、我可以做的，我个人要训练自己一定要做，就是这样。但是如果不是你的缘，真的就是放下、对比较好，这是我的想法。 好，那么Christy 呢， Christy 就是觉得，就是假如要回应怎么样让佛教永续经营的话，你的那个想法是什么？我比较不会去思考说让所谓的佛教永续经营、因为毕竟佛教的佛所开示的第一个圣地，无常。然后我们所谓我们在讲永续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一种执着，一定要这样子让它下去的时候，那不就是又走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很可能所谓的主观的这种会产生的一些现象。所以我只能说，当然我们希望那个法，这么好的法，希望它能够让，就是可以继续让大家都能去获益，然后能够来解决自己的痛苦，然后可以利益到众生，就这样子。那所以永续经营那两个字是其实是有一些抗拒的。明白明白明白。就很刻意、很企业化呀。不过呢，就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我觉得呢，就是假如真的要永续经营还是怎么样呢，我倒觉得就是要不断的对话。就是不断的对话呢，把不同的想法、不同的那些说法都摊在阳光下，大家的互相去看、互相的去检查。这一个到时候呢，我觉得就是说，最起码不管那个佛教是能够永续，或者呢它不能够永续呢，大家是看得清清楚楚。就是就算你活，我知道你为什么活得下去；你死，我也知道你为什么会死。但是我们就会心甘情愿，这个是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佛禅论界呢一直不断的尝试在做这一种的这个对话和这个交流。那么也希望呢，就是大家呢也能够就是护持我们的这一个，就是分这个护持很简单，我们暂时也不需要钱。终于来到最关键的，最关键的部分分享啊。OK， 分享给多点朋友还是怎么样？这个我觉得就是让更多的人加入这一个这个对话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健康的。好，那么今天的这一个节目呢，就时间关系，我们就到此为止。非常谢谢 Chris， 非常谢谢田教授，非常谢谢 Sheryl， 非常谢谢就是德中啊。那么就我们就到下一次见。好，拜拜，拜拜，拜拜。Bye bye.